小女孩上瘾的是不是啊？军工厂哎、欸，大小姐。这监管哦，真的傻傻中计了。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选择出在大门那边，可以包到电梯就可以。嗯呐、啊，啊，现在变成谁都干扰不了。他好像直接追那个哎、欸，小女孩、欸。他去中间了，雕刻家。哦、他去大门。来找我，来找我，来找我，来找我。下这个板就是要把你断开的，你讲的吗？感谢好了。嗯哼。这个给他蒙到了，真是的！我想说，我都刻意偏外了一点，真是的。有撞救？没有，他没有要撞救啊，压可以啦，他又没有开技能，他才开一阶而已呢。他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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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撞墙！怎么传过来了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，他取消了。还要顶了他一波。啊，对哦，念旧屁，哎呦，差点忘了念旧屁。传你还可以取消，那他那波的名字，他在那个，就是该怎么说，快过半的时候，看那个看政策，如果没政策就。压好了，那我等一下吃个一刀，等我吃个一刀先去工厂。哎，开开开！每次紧急都会发错话，他还是追我，他追上头了。啊，糟糕！哎、欸，还慢翻，啊！搞笑了，哎、欸，你在开那里哦、喔嗯？不是，干！哎呦，完蛋了，这要偷了，这要偷了！不是，这要先卡了，你在干嘛？送分啊！我们最后一把、欸，哎，我溜出一个53。关了柜子。你按柜子干嘛？交互键啊，干！你那么早按干嘛？那边明明就不会卡到柜子的东西。是我走太左边了。对。他确定在追那个吗？他还在他那个树林牌。别！可以接走吗？他在那树林，他在中间。
中间，前锋在喊，他定位到小女孩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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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抓前锋抓前锋抓前锋。但他在排，小女孩不应该附身我的呀。找你了找你了。好，看到，自己想办法。他不让我走，他不让我走。为什么他要传送？好久不下了。小女孩，为什么你要走？我靠，他就下。他随我，真的不要搞错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我六这样子还不够就对了，还要开门再一直六就对了，很烦欸，中了，哎呦，又走了，不用啊，去门口摸啊，等一下万一我倒在外面就好笑了。抓小女孩，这把素材可以让我好做一点吗？你要做这么长吗？奇怪，早上结束了后戏。烦死了，赶快走了啦！我知道，我尽量赶，我们尽量赶了。明明可以让我轻松做个五六分钟，出来现在到七八分钟去，我告诉你。清，没办法，我看到柜子，不然原本稳三跑的。好，投降了，很好，终于不拖时间了。跟这把我才不要按你了。怎么不是那个？